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在家里没什么事，做点肠粉吃。以前打工时候在外面，在火锅那边吃那个肠粉还挺好吃的。后来回来之后，就再也没吃到了。上次在网上看到你卖这个肠粉的，然后买了2包回来。我今天自己试着做一下，看能不能做成功。然后它这里有一个教程，我先试一下。说明书上是一杯肠粉，一杯水。我们试一下，先少做一点，试一下看能不能做成功。把粉拌好了，拿3个鸡蛋，就我们家鸡生的土鸡蛋。水烧着，用鸡蛋再拌一下，等水烧开了才能蒸。现在开始蒸。弄完了，好不好吃的咱还不知道，就是拌好的。做这个汤汁。煮沸腾就可以出锅了，这好了，再淋上汤汁。我没放辣椒，小孩子吃。看着是还可以，但能不能吃就不知道了。先试一下，今天第一次做。让我爸试一下，看有味道没？肯定有啊。能吃不？说实话，能吃吗？能吃。汤味有点少啊。就你这个前面要垫一块方纸板就有味道了。我没放辣椒，放点辣椒应该好吃了。嗯，好吃，那么好吃。要那个萝卜干什么之类的吗？没萝卜干，有点辣椒就好吃了。哎，说有辣椒就好吃。啊，我没放辣椒。嗯，来试试看。汁有点少了哈。不会，少来一点就好。至少我再弄点汁来，汁少就不好吃。
红地瓜的。你多会炒。嗯。Thank you.